废话怎么那么多？哎，你们俩怎么刚见面就急赤白脸的呀？啊，没话说就散了吧。啊，就是刚回来不替我说话就行了，还替外人说话。我怎么替外人说话了？我这不就事论事吗？用你就事论事啊？你以为你谁啊？小蜜，你别着急嘛，陈木这不是刚回来吗？是不是他又不了解情况？这样你们俩坐下来慢慢说嘛。不了解情况瞎说什么呀？就嫌你能，王明。哎，你别走啊，咱们还没盘点呢。没兴趣。陈默，我是真没看出来你也是个恋爱脑。不嫌你能，你会死啊？看破不说破，你不知道啊？其实王小咪刚跟我说了，他呢其实就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。其实这段时间他们跟克雷还相处得挺不错的，尤其是王有蜜，他觉得他跟克雷还是有一些共同语言的，甚至是审美。他觉得这可能就是他的命吧。你说这俩爹同时出现在这个时间段上，各有各的长处，对他也是万般的宠爱。他是深陷其中刚不久就被他这个亲爹给搅和了。小蜜偷偷跟我说呀，你说骗就骗到底，怎么还有不打自招的呢？你再不济，你过段时间说自己东山再起了，他可倒好，他直接跳出来承认自己骗人了。哎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干了，成长了，是我草率了。结拜了啊，咱就是亲兄弟，一家人。这样，你晚点呢，给小蜜发个信息，态度好一点，承认个错误。他呢，就是死要面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感谢陆总指引。你看，陆总，我帮你干点啥？掉飘窗缝里了，这个你给人送过去。不管。哦，那我让你爸送了啊。哎呀，烦不烦呀？你就让他自己找吧，反正我给你了，你爱送不送。哎呀，我干什么你不知道吗？我干什么？相反，你最近这段时间干什么了我不清楚，天天晚上喝得醉醺醺的，还要说什么土味情话。哎，咱说啊，你要真有什么人咱就说清楚，别整着不咸不淡的。我还以为你是受了什么刺激拿我生生气儿呢，原来你是话里有话呀。原本认为你是一个懂事的姑娘，现在发现了，你跟那些胭脂俗粉也差球不多。你真是太可笑了，你。
别生气啊，他是因为我。行了，腹背受敌了吧？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勒勒了。就你那智商，满脑子就装一件事儿，活该你孤家寡人。他这两天确实住在我们家，他跟我们说他破产了，我们就不敢让他出门，就天天把他关在家里头。后来他这不露馅了吗？自己跟我们说他是骗我们的，就被我们给撵出来了。我估计他就是心情不好，所以情绪就有点大。我觉得他就是想你了。我昨天也跟陈木吵架了，我也是扭头就走了。我就发现吧，这人啊，有的时候你委屈的时候吧，就特别容易跟你自己亲近的人发脾气，越亲发的脾气越大。你还挺会劝人的。我说的是真的，我都听进去了。但是你知道你在干嘛吗？干嘛？看来他这段时间花的心思没有白费，你心里开始有点在意他了。我没有，我也不想搭理他，我是过来给他送身份证的。你看他身份证落我们家了。对了，我现在没法送你回去了，你看我是给你放在附近的地铁站还是？我不用，我不着急，我就坐着陪陪你就行。你不会嫌我烦吧？当然，当然，是烦还是不烦？你们家也太大了吧！不是我们家，是他家。对了，你还没来过吧？没有。你这是要走啊？嗯。你真要走啊？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他是跟你撒娇呢。今天的事儿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就不跟他计较了。但是我跟他之间不是这个问题，我们真的需要好好坐下来谈谈。真的？哦，没我事儿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其实你有的时候吓唬吓唬他也是好事儿，啊，毕竟他有的时候确实挺烦人的。过过瘾啊！臭
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嗯。嘿，这孩子，你这是哪儿喝了是吧？啊？这孩子跟一傻妞聊得倍儿开心。赶紧给弄点水，顺顺酒给他，喝成这样了，难受不？想吐吗？叔叔，你多少酒量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？你这么喝，人家没笑话你。哎呦，嘿，谁敢笑话我？我咬死他！跟谁学的？还学咬人了？爸啊，我跟你说，这女人啊，必须得坚强，不然就得被你们这帮臭男人给欺负死。哎，媳妇儿，你来吧啊。还是得你震慑他，什么玩意儿？哪跟谁学这些啊？胡说八道，满嘴！真行你啊！喝点酒你得散德行，你这点可没随了我。喝口水，给你的。来顺顺，再喝口。烫不烫？不烫不烫。那我随谁呀？随我爸。我确实随我爸，我爸喝多了酒还跟人家结拜，还把人家拉回家里来住，还让我管人家叫二叔。我今天跟美美说这事儿，把人乐得够呛。哎，美美，柯雷那女朋友，没事跟人说这个干嘛？丢人不丢人啊？丢人也是丢你的人，又不是我的人。这孩子，再说了，他也快不是柯雷女朋友了，他俩快分手了。分手了啊？为什么？他活该。他住在咱们家这段时间，天天骗咱们的时候冷落了人家，我还替他们说了好多好话呢。不过肯定不是因为这一件事他俩就分手，我没仔细问，他也没仔细跟我说。哎，不过我刚刚走的时候，美美还跟我说柯雷是个好人。你看看人家多高尚啊，都快分手了还说前男友是好人啊。确定他说的不是反话？巨真诚，真的。这姐姐太飒了，我迷了。迷个头，你迷，赶紧给我洗洗睡觉去，起来。臭死了，真酒气，臭死谁，赶紧的，慢点啊。嘿，别又给我同情心泛滥啊。我你哟，心如钢铁，怎么还吐上了？我是问丢了魂，怎样度过余生？心被困又离分，怎样才不伤人？为何该放人？明明相爱着却又不准。徒留情深，徒留你人。传呐传呐，笨死了！这风声也好冷，有他悲伤下沉。我们每一分每一寸都是回忆的根。许下的梦从未完成，如何得到你承认？跟着岁岁年轮轮回了一生。是我此生兜兜转转，沟沟坎坎，惨惨能否换你共漫漫？宁愿和你磕磕绊绊，悠悠乱乱暗暗，换你今生一回看。试问今生清清静静，凄凄冷冷，心心能否换来生相聚？如果不变姓名，你能否将我认清？
许下的梦从未完成，如何得到你承认，跟着碎碎念们轮回了一生。试问此生兜兜转转口口坎坎惨惨，能否换你共暖暖，宁愿和你磕磕绊绊悠悠乱乱安安，换你今生一回看。闺女啊，你看看咱们家乡现在建得多好啊。啊，家乡现在已经建设得很美了。哎呀，这好久不来这儿了啊，连对面这楼啥时候盖的都不知道。你今儿咋不打球了，约我到这儿来干啥的？那李教练呢？啊，没跟着。我马上要走了，林总啊，要见你一面。你咋了？查出啥了？去你的！你能不能盼我点好啊？那你说见最后一面啥？我要去非洲了，我要去看我女儿，我女儿生了个大胖小子，我要去帮她带孩子。母亲真心，他这说话这是最后一面。想通了啊？哎呀，咋了？我去带我外孙不行啊？哎，正常正常。啊，就你这拐弯拐的有点突然啊，我得适应一下你。哎呀，我跟他妈呀，从小就欠他的太多了。我那天看见你家咪子，我这心里一下就想闺女。都是女儿，能理解能理解，嗯。哎，你啥时候走定了没？下周一。哎，你这决定太仓促了。不仓促，我早就想去了，就是我女儿一直不给我信儿，所以我这不是干着急吗？哎呀，好呢好呢。哎，但你这一说走，哎，我这还有点小伤感啊。你伤感啥？我又不是不回来。而大半辈子就你这么一个朋友，嗯，你冷不丁一走，我这再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啊！哈哈哈哈，套词，是不是套词啊？啊，我告诉你，你那个面馆的房租我可以不涨，但是免，没门儿。这人太没劲了，嗯。我刚想说，这人老了，眼窝浅了，说的我挺感动，眼泪都快冒出来了。这不按套路出牌，怎么着？我还被你套路啊？啊！哎呀，仙子，临走之前啊，告诉你几句话。第一呢。你回去跟你的邻居说啊，人要学会自己跟自己花钱。二，别难为自己，也别难为别人。别二过，别在同一个地方犯错误。啥邻居？你，邻居。我听说这个女儿的事儿啊。我觉得你这个邻居啊，这人可以叫。你这一走，啥时候回来还没定了啊？不知道，没定，没准儿，半年、一年，可能两三年。哎，咱以前吃饭老划拳，我没看你输过。哎，教两招呗。那不行。嘚瑟，来来来来，先划两圈，干划啊，来嘛，来，哥俩好，哥俩好了，四季来来三三。
今天不是不录唱吗？我记错了？没有啊，不录。不录唱我就不能来一趟啊？我就不能过来坐会儿吗？可以，我还以为喝两口就微醺呢。怎么，谈的不好？跟我有关系吗？有，也没有。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？你可得绷住了啊，不然这又成了一起冤假错案了。我这坏名声一半就是这么被冤枉出来的。不过他还真的是有点怀疑你。他哪是怀疑我呀，是怀疑你。这个笨蛋。吵架了？我觉得吵架挺好的。什么意思啊？这起码让你们已经懈怠爱人关系又重新紧张了起来。这人他是有动物性，你就得时不时的激他一下。可能还有点道理。什么可能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帮我个忙吧。克雷这事儿。伙计，来碗面。好嘞。下碗面。再来一碗打包啊。我这面不打包啊，告诉柯雷想吃的自己来。好嘞。你大哥说了，要吃自己进去，不给打包。真这么说的？对啊。您请。一碗招牌牛肉面。
面来了，趁热吃。怎么着，香味不够重？不来吧。好吃吗？嗯，给你要碗面汤。嗯，有点你妈年轻时候的样儿，啊，面钱没付呀，孙子跑单了。哎，蹲太长时间了，腿麻了。什么情况？哎呀，咱也能理解，这是王小咪不是给他爸报仇吗？哎呀，这辣椒吃太多了。您这倒好，一顿断肠腹骨噬心草，吃出妇女情深了。不是，个人谁人也得这样是吧？咱骗了人家，对不对？你这不管下面受了洗礼，你上面还升华了。不行，下面还没洗礼完呢，我还得再洗礼洗礼。给你买点药啊。嗯，不用，就是单纯的辣了，被辣着了。你说你长这能干嘛呀？小咪，开门。来了。那我给你发消息你不回啊，我没辙了，爸爸当不死。我算你有心，但你跑我们家算怎么回事？那你能回我消息吗？能，你赶紧回去，我爸妈都在呢。你确定你能？我确定，赶紧走。谁呀？啊？外卖，我点了点吃的。这孩子饭马上好了，我点什么吃的呀？我去给你发信息。你接着吃啊。我吃吃吃，你赶紧走。点什么了？棒棒糖吐司。哎，进来。你比我预计的时间来的晚了呀。哎呀，让您见笑了。不是你让我笑的还少吗？你坐吧。姥姥啊，嗯，今天，嗯，有一事相求，姥姥。我就早跟你说过吧，人不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这回这不也听您的了吗？哎，迷途知返了。哦，这里还有我的事儿呢。昨天呢，嗯，我见了大山和小咪，嗯，那个断肠腹骨噬心草也给我吃了，就是想今天呀，在您这儿寻个契机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以后就能和平相处了。这也不知道最近
这核桃市场怎么样了？最近我也没管核桃市场。我呀，现在上了一个档次。嗯。真古董。您可真得帮我呀。哎，来，咱们开个会好不好？啊？怎么着，我得买喇叭去呀，得嚷嚷啊，冲你们这做的七零八落的。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觉得咱们有必要集体坐在一起，敞开心扉，有些问题得探讨一下。别玩手机了行吗，咪子，咱都严肃点好不好？克雷，你有没有问题？我错了。啊，错哪儿了？我是一步错步步错，错的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都错哪儿了。你不知道你哪儿错了，我告诉你好吗？你错在撒谎了。撒谎是人品质里非常恶劣的一个东西。我们家都是善良的人，善良的人都轻信，你不能利用我们的轻信，随意这么撒谎，欺骗我们，对吧？我希望你能反思，怎么跟我们这一家人相处，是吧？既然你现在已经做了决定，想要好好的负起你应有的责任，跟小咪子，哎，是吧？相处就应该有个父亲的样子，得给孩子做榜样，要不然永远也不可能在我们这个家融入，永远也不可能在小咪子心里有一个高大的形象，结实的肩膀。是不是小咪？哎，现在你说说你有什么错？我有什么错呀？他们犯错的时候我跟哪儿呢？说的不是他们犯错的时候你跟哪儿呢，说的是经历了这么一段，是吧？各种大事件之后，你来回想你自己犯没犯什么错？你一点错没有啊？有没有错的人吗？你经历了这么一段事儿之后，就是得反思，我哪儿错了，我是不是哪儿做的不好，这样你才能成长，才能长大呀。我希望你能够学会反思，好不？不要一来了任何事儿就怨别人，怨这个那个不好，就有这样的女的，真的一辈子全是别人不好，那样就显得情商特别低。姥姥真心希望你能成一个大气的好姑娘。你吧，先说你哪儿错了？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好？嗯，让我想想。你甭想了，就你这大包大揽做的就不够好，什么事儿都归你扛，什么事儿都你帮着顶着。是吧？你顶得住吗？你看你给弄成什么样了？你把人弄家来，你不想想我闺女，啊，有家都没处回了，这日子过得什么呀？这是，是吧？每个人都心眼都挺好，但是你做这个事儿，你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啊？别的就不说了，说你哪儿不好？都是我的错，我就知道你这么说啊，都是我的错。你这话的意思翻译成中文就是我一点没错，都带着情绪不好，
小咪子的到来给我们家带来了什么？带来了凝聚力，带来了一束光，让我们这个家更温暖、更团结、更相爱。所以你的内心里不要再有怨恨自己或者怨恨他人，是吧？不要再有抱怨了。咱们从此以后以诚相待，我也有做得不好的地儿，但是我回去自己检查，好吧，就不跟你们说了。我一老年人，那缺点改不改的也都不太搭紧。当然，这里面犯错误犯最大的就是你。你说你知错吗？知错了。你改不改？改。表个态，跟我们说说，怎么改？就是，不应该利用大家的善良来骗大家。这段时间我也天天在家反思。确实知道错了，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原谅。哎呀，我看这态度还算比较诚恳。你们说说，是不是能原谅不原谅他呀？饿了，咱吃饭不是包饺子吗？你和自己饺子馅儿呗。鼻子，行了，大伙儿原谅你了，以后得改啊。那我就留下吃点儿。去和面去。大山啊，别擀了，够了这皮儿。好嘞，就这点面了，我把它擀完吧。今儿馅儿多，肯定包不完。包不完了，没事，您拿回去冰箱里冻着，吃的时候拿出来就得啊。听这话怎么不对劲儿呢？大山，可以别弄了啊！我觉得妈这在挑你理呢。不是，你怎么，你这挑拨我们俩关系呀？这是？那不是吗？妈开玩笑，你都听不出来吗？啊！我告诉你，老话说得好，这个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欢喜；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亲。来，咱把酒杯举起来，咱敬一下承前启后。哎，继往开来。哎呀，行行，就那意思，咱敬天下一家亲吧。行了，就一块儿了，归了包堆儿了。归了包堆儿，我要加入的话，是不是有点不守妇道了？媳妇儿，严重了啊，咱对事儿不对人啊，归了包堆儿了。行啊，哎，归了包堆儿。行。啊，那咱一家亲啊，一家亲，咱化干戈为玉帛。好，一家亲。吃饺子。胡萝卜。闺女说你是单线程思维，打今儿起，闺女这事儿咱就先过去。明儿开始你就重新做人。把自己的事儿料理清楚。来，看，干了，干了，干干。哎呀，来，我给你倒上。酒管够，别，又合作呗，喝多怕啥？喝多躺睡呢。喝多我给他送过去啊。来，慢慢来。来，喝多了又拿起来了。干了啊。送你一个礼物。干什么呀？我都戒烟那么多年了，让我复吸啊？不只有抽烟才用打火机的。杀人放火点房子的事儿别找我啊！感谢你了，这是谁让你杀人放火了？要不是你出主意，
我跟小咪现在还剑拔弩张呢。还有，这个打火机象征着你用你的热情，用你的火焰照亮了我，也表达了咱们俩的友谊。给，请笑纳。多大点事儿啊，玩浪漫的，对着美美去啊，别冲着我提。别提了。哎呀，我跟美美现在确实出了点问题，有可能得黄啊。我帮你约一刀。不用了，我自己约吧，自力更生。哎呀，全是心眼儿，我告诉你，我玩一。美美，来酒吧喝酒吧啊！骄傲的风，你停在哪里啊？吹散了我青春的那些花，故事总在快枯萎才发芽，那小伙伴追上了他的他。明天的人总会经过的啊，若带不走，不如将心留下。吹着晚风，看满天的星空，心里的他或许会出现啊。许会出现啊，吹着晚风，看满天的星空，心里的他或许会出现啊。